我们没有邀请卡，怎么进去啊？可以进去啊。他们这里的邀请卡是可以携带另一个同伴共同进入的。我们两个只要分别找到愿意带咱们进去的人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有目标了。那我呢？那还有一位，您过去对他展现出你的青春活力。 还有对他的赞扬，我相信你可以搞定的。啊，不明白？我帮你示范一下。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你是一个人吗？是的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的邀请函呢忘记带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来为你讲解一些中国的古文化，但你放心，我肯定比那些新晋人讲解的要好。<笑>你很有趣。 那好吧。OK。嗨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 像你这样的知性美女，对敦煌文化也这么感兴趣啊？当然，敦煌文化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，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。啊，那你说的这些，今天在这儿都能看得到吗？嗯，都可以。今天的展览虽然都只是模型，但每一件都是根据真品一比一打造的，特别珍贵。好想进去看一看啊！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你也没有邀请函啊？对啊，不然我坐在这儿干嘛？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混进去。好想看啊！